错啊。没小的。那谁？小婴儿。女儿好像猫头鹰哦。嗯。恐怖哦。哎，你这个灯照的不错，真的。哎呦，他在干嘛？哦，他的食物吧，我以为是。哎呦，天哪！哎呀，好恐怖！你照不清楚啊，好清楚哦，感觉。他抓一只鸟。抓了一只什么东西？一只鸟，一只小鸟。哦，斑鸠。你怎么那么狠？在哪里啊？后面那，哎，那个树。你看，我照你，你看，好清楚。Mm-hmm.